这丫头不会是想表白吧？其实，想说这个秘密，想说很久了，久了我都有点害怕。我害怕，我再不说，我们两个就会一直保持这种距离，一直浪费时间。然后就错过了。所以我想说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我当然愿意。盛景初，许池哥表白，我下了多大的决心吗？我就差最后那一下了，你干嘛呀？小易，既然今天有个美好的开头，那我就把压抑在心中多年的话也说出来吧。我想和你在一起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你带我离开这儿，想去哪儿？不知道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翻墙不仅能吃到好吃的，
还能欣赏到绝佳风景，多值啊！现在提起翻墙，还伤心吗？唉，谈不上伤心吧，但也算不上多开心。唉，也挺晚的了，咱走吧。等一下，还有最后五分钟。虽然已经马上要到午夜了，但还是7月21日。有点啥风景？这样记忆会更深刻。有个芝麻，谢谢啊。我刚吃东西，然后不小心蹭你脸上了。哎呀，你看吧，我就说啥风景嘛。